位于台北近郊167平楼中楼住宅内，透过剧场式铺陈，将都市的尘嚣阻绝于屋外，以光景窗景为题，让一家五口尽享慢生活步调。下层公共区域开放式的设计，让空间流畅通透。客厅背墙以卡拉拉白大理石细腻的纹理且带有光泽的表面，和天花地面的盘多膜形成对比，没有过多色彩与装饰的设计线条，衬托出落地窗外景致的宁静美好。客厅与楼梯之间做了两道玻璃砖隔屏风，以别致堆叠手法创造立面凹凸层次，在酒精式壁炉的火光晕染下，营造出剧场式的洁净流动。开放式厨房细分为三个层次，外厨、中岛、内厨，以及利用折叠门隐藏在内的料理区，已经能丰富空间层次。上楼后先经过半开放式书房才会通往主卧，主卧安排绿色带有云雾纹路的瓷砖主墙，呼应露台的自然。主卧卫浴以玻璃拉门区隔，既能独立使用，又延续光与景的对话。余家红设计师以景为主题安排居家空间，白天层叠青山进入眼帘，夜晚坐拥月光下城市灯火，为心灵打造一处安然休憩的宅邸。